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您好，我叫阮世香黎，是越南城东大学的学生。今天我想向大家说一说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与 SSK 给我带来了什么机遇。从初中开始，我就对汉语特别感兴趣，我就利用课程表之外的业余时间制定计划自学汉语。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不但遇到了很多困难，每次遇到问题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将其解决，而且我在越南学习汉语，所以没有良好的语气。然而那些困难减少不了我对汉语的热爱。古人曰学而时习之，我经常通过社会软件应用积极与中国人交朋友聊天，提高汉语言语技能。此外，我还搜索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和杂志来加强阅读理解和翻译能力。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提高汉语水平。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在2023年，我在城东大学顺利通过 SSK 五级考试，分数为229分。我真的没想到得到了 SSK 有那么多机遇。我考上了城东大学，也是我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地方。因为有 SSK 五级证书了，所以我在学校得到了很多机会。我成为城东大学 SSK 考点的志愿者。学习实践之外，我还当一个家教，教几个朋友汉语。我不但有了各位老师的信任，而且我还参加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活动。我还得到了天津师范大学的活动奖状。此外， SSK 五级证书还给我带来申请来华留学一年学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的机会。到现在，学习中文是我的最佳选择。我想在此向城东大学表达诚挚的谢意。我还想感谢城东大学的各位老师已经相信我，给我那么多机会。我还想感谢自己没有放弃，得到了今天的成绩。